在骑车的这段期间，最常听到的就是起重机好危险，而这也是政府不断限制机车路权的主要理由。所以机车不能骑在内车道，因为危险；机车不能直接左转，因为危险；重机不能行驶国道，因为危险。到底机车是有多危险呢？今天用一个非常偏颇的观点来看，骑机车或是大型重机到底危不危险？首先就政府观点所强调的危险，根据行政院交通部道安会的统计报告，都以交通事故死亡率来做标准。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看，当然没有错。和其他的车种来比较，的确，机车因为事故而造成的死亡会比较高。大家都知道机车是肉包铁，这是必然的结果，所以政府将比较高的死亡率视作危险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再来以汽车驾驶来看，作为一个汽车驾驶者，被包覆在一个铁的空间当中，无论是大货车还是一般的汽车，甚至小到 smart 这种小车，多少都会有视线死角，而且每个人对于空间距离的掌握程度都有所不同。在一个会有视线死角加上无法精确掌握距离的铁盒子里，遇到靠近的任何物体就会觉得危险。所以除非塞车，不然很少看到汽车会并列而行，就是为了争取多一点的空间。综合以上的几点，视线死角加上空间距离掌握不足，再加上机车视觉面积比较小，所以汽车驾驶理所当然觉得机车危险。那对于骑车的人来说，什么是危险？意外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意料之外。举凡满是坑洞的路面、道路上掉落的垃圾、突然出现的树枝、乱冲乱撞的任何动物、打左转灯然后右转、不确定后方来车就转弯或是变换车道、前方无车然后不断的踩刹车，这些都很容易发生意料之外的事，而且对机车来说是真正的危险。为什么强调真正？骑车在发生意外时 99% 会发生伤亡，所以绝大部分骑车的人都听过防御性驾驶，为了就是避免发生意外。如果你同意以上的看法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们讨论了不同角色对于危险的看法，再来就对于避开危险有什么不同的看法。首先是政府的想法，就是降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。既然 KPI 是减少死亡，那就限制速度，车速慢，当然死亡的几率就减少。所以规定一个非常保守的速限和广设测速照相，一来就算发生事故，死人的机会大大降低；二来增加国库收入的机会。再来，政府的想法就是把容易伤亡的机车和汽车分开，把机车归类于慢车。所以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大堆的进行机车，然后为机车设立歧视的区域，例如待转区、机车左转专用道、机车专用道，一个路口设计出五花八门的号字，接着就出现以下的情况。对于汽车来说，就是跟你保持距离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离你远远的，这样就没有我的事了。然后可以舒舒服服的把自动跟车和定速打开，没事就看个手机，捡个东西，翻个包包，反正发生车祸我不会受伤就好。但结果就变成这样。30车驾驶肇事前画面曝光，他一下摸鼻子，一下搔搔痒，一下又挖耳朵，还不断的朝左望向窗外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回过神发现前面匝道已经在排队，刹车都来不及，直接撞上，车上物品四处飞散。以下用身边好友来举例，甲与本汪认识超过20年，他骑车是我见过最小心的人，没有之一。每次要左转，他一定会再三确认附近没有车才会转弯。而且是一定完全没车，只要看到有车靠近，无论多远的距离，他一定会等。但是当他开车的时候，就变成另一个人了。
曾经聊到为什么他骑车和开车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不同。他的结论是，骑车出车祸我会受伤，开车比较不会。当时我的白眼宽翻到眼去了，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。这样的想法当然也没错，只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逻辑真的有用吗？那骑车的人怎么避开危险？就是实践上面有提到的防御性驾驶。什么是防御性驾驶？防御驾驶就是自己除了遵守交通规则外，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。防御驾驶要注意，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外，要眼观四方，危险藏在细节中，应用情境多预想少意外，看得到别人也要可被其他用路人看得到。所以在骑车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观察前面的路况，感觉前面的车子偏右，就觉得他准备要右转，看到路口回个油，确定没有要转进来的车再加速，超车前先等一下，确定前方车子的动态稳定，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转头看一下旁边是否有车辆经过，不要做让自己觉得害怕的事情，就是害怕自己发生车祸。然而结果就是，交通部统计2010年一到七月机车事故死亡人数有1016人，而今年同期有1124人，增加10.6%。解决的方案就是，运安会表示会在年底前研议出方案，会不会新增道路驾驶，或是需要先报考驾训班？这样子检讨机车考照制度，真的是改善问题的最好方法吗？有个问题请问大家，开车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应有哪些动作？相信大家都在想，这是什么鸟问题，不就打方向灯，然后看后照镜，确定和后方的车保持安全距离后，然后变换车道或是转弯。但你是不是忘记了要转头看一下车窗，确定视线死角没有车辆呢？这个问题问过许多周遭的朋友，只有少数人记得要转头看一下车窗，确认一下视线死角。包括我也一样，在还没骑大型重机之前也会忽略这个步骤，但是在我骑大型重机之后，在变换车道时很常会习惯转头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车，也因为这个动作让我避免了好几次的车祸。我们讨论了这么多，到底骑重机危险吗？我个人觉得，依照政府的现行思维，还有大部分汽车驾驶依旧没有防御性驾驶的观念，不止骑重机是危险的，包括所有的机车都很危险，但很多危险都不是我们造成的。最后，本汪想对政府说，拜托你们落实小学所教的大车礼让小车，小车礼让机车，机车礼让行人，让它不要只是出现在文字中，真正的落实在现实的生活上。你们的 KPI 不是死亡率，而是肇事率。降低死亡率不会让车祸少一点，降低肇事率一定会让死亡率少很多。拜托，做点真的为交通有建设性的规划，不然每年因交通死的人只会更多。想对开车的各位学长说，拜托，我们没有不一样，只是当下选择的交通工具不同而已。你选择舒适宽敞的汽车，我选择方便快捷的机车。或许您可能羡慕我们在塞车时可以钻到前面，但同时我们可能也羡慕你可以不用忍受风吹日晒雨淋。行驶在道路上，拜托不要分心，变换车道拜托转头看一下，为了你的爱车，也为了我的肉身。最后跟喜欢骑车的你我他说，无论你是已经在骑车或是准备骑车的大家，相信都知道骑车的风险，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防御性驾驶的重要性。毕竟一个意外受伤的总是我们，无论是身体或是荷包，
骑得长远才能得到更多的快乐。希望大家在骑乘的道路上都是平安快乐。走吧，一起骑车吧。